那么，我只好先和琪琪去附近的游乐场等你们回来了。我们分头行动吧，先在光环丢失的地方探查一下。啊哈！现在轮到主角龙登场了，小心者，现在拿起你的短剑。 你得躲开光玻璃的技能，这家伙比普通玻璃强力得多。初心者，你已经尽力了，现在我来教你全身而退的技巧。停手吧！你应该不是邪恶的魔物，到底为什么要欺负我的学生？哼，你们这群小偷！ 快把天使玻璃大人的光环换来！你们追到我的原因，难道是为了这个吗？果然是被你偷走了，太过分了，小偷，小偷！嗯，你们才过分呢！不听人解释还乱战，不是要光环吗？还给你！小偷，你竟然！天使玻璃大人不会放过你们的！ 使用紧急治疗，就可以在关键时刻进行自我救助。国王玻璃提到的天使玻璃的光环是怎么回事？不如去问问旁边的那个女初心者吧。 寻找光环的事就拜托你了。